繁华的央街北约客段，多族裔聚居，华灯初上更充满夜的魅力。走走停停，歇脚休闲，这家门面别致的英伦风茶店一开业就吸引了不少人关注，夜晚白天都高朋满座。这是一家从中国开到多伦多的著名连锁茶店，在中国30个重点城市都有加盟店。加盟中国总店的 Kim 和 Mickey， 他们来自杭州，是一对情侣，大学开始就在多伦多生活，都希望毕业之后在异乡闯一番事业。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说想要留在加拿大，脱离父母，想要自己去创一番事业。那刚好也遇到了他，那么就是有共同的这么一个目标，然后两个人一起携手去打创。他主内场，我主外场。对对对，他主内场就是一些新出的产品啦，然后产品线一些抓一抓啦，包括很多东西我们卖的好与不好的一个做的一个规划。那么我主外场是对一个服务员的一个 training， 然后再是外场顾客的一些反馈，我管这边比较多。